是面对法令一个多月的问题，我在这里特别在说，面对中央，我只有苦口婆心、平心静气的反映问题，希望能够有待解决，绝对没有媒体跟幕僚说的那回事。我的苦口婆心就是希望问题能够解决。那这段时间，因为说了太多次了，那也迟迟等不到好的解决的方式，所以我讲话哈，今麦有较大声一点嘛。啊，总是啊，有甲我听到，有听到就好啊，有听到好啊，代志甲做好，希望能够解决咱民众的痛苦，这还是上重要。这里帮你大家科普一下，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，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，就变成了水，温和不刺激，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更环保，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，请赶快上快点购，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。